非常开心，然后那么今天呢很开心，还要唱一首新歌，叫做《修炎的结局》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，掌声鼓励。
那么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非常了不起的歌曲，叫做《洗刷刷》，各位听过没啊？太好了，听过非常非常好，各位，各位。